新北树林某社区发生一起伤害案。警方获报后立即到场，发现现场一名实姓男子，左手有明显遭刀械划伤的伤口。经警方了解，该名男子是与一名廖姓男子因为债务纠纷，相约至该处的社区来商讨债务的事宜。警方调阅监视器后发现，谈判的过程中，这名实姓男子还是有手持手枪，那廖姓男子则是手持的刀械。警方立即将现场相关人立即带返所到案说明。另外，持续的在现场搜索，顺利的起获实姓男子手持手枪一把，以及现场查扣廖姓男子所使用的刀械。